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彭程、可南、全女班。星期二嘅晚上，我哋继续全女班啦吓，咁啊饮下情有可南啦，系啊，咁啊，预告一下少少先，因为你即将要卸火啦，系啦，咁我哋嘅节目咧暂时都会休息一阵先嘅，嚟紧嘅时间都系真系。系啊，对大家唔住啊，我要坐下雨天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全女班都休息一阵啦，咁啊，我哋一齐坐月啦。好调养下身体系咪啊？系啊系啊系，咁啊都有第啲节目安排嘅，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啦，稍后都会话俾大家听嘅咁样啦。咁啊系啦，希望你一切都顺利啦。我谂啊，全个 D 一百嘅即系所有嘅自己友啦，都深深咁去祝福你啦。系大家都好紧张啊，究竟几时生你啊？系啊系啊，嗱，知啊，老实啦，老老实实啦，即系咧，因为我哋通常都系应付一个啊，或者系最多两个咁啊，即系生我第三个嗰个状况咧，其实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问号嚟嘅，所以都真系，其实都系唔同嘅，系咪啊？可能系啊，绝对系啊，因为咧就好似咧，我哋开餐厅咧，开到一间两间嘅时候咧，你都仲可以 manage 好啊，开到三间系一个关卡嚟嘅，跟住再开咧，开到五间又系一个关口，到十间都系一个关口。咁其实每一个关口咧，我讲到做生意啊，因为咧，真係你每個小朋友都好獨特啦，佢哋又好唔同啦。咁你其實佢除咗了解佢之外咧，咁又要好了解自己。所以其實我一路照顧小朋友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自己嘅學習嚟嘅，即係自己都要不停去發掘自己多啲啦。究竟哎呀，我會唔會有一啲自己陰暗面又自己睇唔到嘅咧？咁跟住之後點樣去維繫？即係令大家個關係會好啲咧？因為你知啊，佢哋慢慢成長的時候，即係佢哋有自己諗法啦嘛，唔再係好似個小朋友你要去點就點，佢會可能會有啲故意啊，可能我覺得係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嘅故意嘅反叛啦。咁佢故意反叛嘅時候，其實佢又可能想要測試一下究竟阿媽係會點啦，你嘅底線係點啦。咁跟住之後或者我有啲我想做嘅嘢嘅時候，咁佢哋去慢慢 build up 佢哋自己嘅個性特質。咁喺呢個時候，究竟做父母係應該要點樣去管教？咁呢啲全部都學問嚟噶，因為即係自細冇人教我哋噶嘛，我哋父母嗰代佢哋都係揣摩出嚟啊。咁我哋都係跌跌碰碰嘅時候，咁樣就成長啊。咁樣曾經有反叛過，曾經有乖巧過，咁樣到最後當然啦，每個人嘅人生都係喺自己嘅手上啦。即係你自己點樣去把握掌握自己嘅 life 係好緊要的。係啊係啊，冇錯。不過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咧三母嘅媽媽啦，係啦，三個孩子嘅媽媽啦，係啦 ，physically 啦，身體嘅狀況，生到第三個係咪而家已經都真係係啦？有啲咩反應咧？即係我好好奇嘅，係真係，即係會唔會唔同咧？咁樣即係會唔會話即係啦？尤其是你就嚟生嘅時候咧，係啦，會唔會嗰個感受啊，或者嗰啲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嗰啲 sign 咧係啦，話俾你聽，咦都應該差唔多咯喎，會唔會有啲唔同㗎？係咪啊？第一個同第二個真係隔得太耐啦，其實自己都完全唔記得曬啦，咁但係今次第二、第三個，因為接得比較近啦，咁所以就已經係好似啊，都印象中都係咁噶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咧，以為自己大安旨意嘅嘢咧，咁原來又唔可以掉以輕心喎，咁譬如係原來生到第三個咧，真係醫生都會驚你會好快，咁正常一個即係一個媽媽，咁佢大肚正常嘅過程就啊，我如果想順產嘅，咁我就先等到自己見紅啦，咁見紅就唔使驚嘅。咁見紅，佢其實見紅咧係會隨住咧，佢有啲膠嘅，即係一啲膠黏嘅泉。我哋叫泉啦，其實好似一個塞咁樣。咁佢就係喺個子宮頸，即係子宮頸包住咗個 B B 啦。咁喺個子宮頸嘅位咧，佢有一啲黏液係好膠嘅，好似啫喱咁樣煙煙韌韌咁樣嘅嘢。咁跟住咧，佢就因為 B B 個頭落嚟啦，咁佢就壓到嗰一啲嘅分泌物咧，咁就會流出嚟。咁會見到有啲即係哇，好似又黃黃地啊，跟住好似一啲啫喱狀嘅嘢嘅時候咧，跟住佢。
再係啦，咁呢個就接個塞，佢個塞咧開始跌咗落嚟啦。咁跟住咧，咁就開始再滲一啲，可能係有少少血絲啦。咁跟住就因為佢再落嚟嘅時候，就會再壓到一啲嘅血管啦。咁所以有啲見紅。咁見紅完之後咧，又唔使咁慌張嘅。咁正常咧見完紅咧，大概都有可能5至7日到啦。咁跟住先至會自然地穿水嘅。哦，系啊，嗱，咁都因人而异嘅，有啲人系一齐过一齐嚟啦。特别是如果经产妇嘅话，应该就会系见红加穿水就一齐嚟嘅。咁咧，所以我啱啱都有啲同学啊，之前同我一齐上瑜伽嗰啲同学咧，咁佢都话，哎呀，我开始见红啦。咁佢仲谂住可能会系呢一两日生。咁我上次嘅经验就系因为见红啦，咁又第二胎啊嘛，咁但系始终都隔得比较耐啦。咁所以医生就话，又见红又有一个规律嘅宫缩，唔好啦，你都系入咗医院先啦。咁但系入到医院一日之后咧，跟住又冇嘢，跟住又弹翻出嚟啦。咁咧，所以就啊，你继续等一下先啦，等多一个礼拜先啦，咁就等到38周几，咁就真系半夜三更嘅时候就自然穿水啦。咁可能因为关我嗰日咧，夜晚就走去同我阿妈同我仔一齐走去睇《侏罗纪公园》哦，紧张得滞，可能系啦，又要拣嗰啲震震凳啊。我妈都话：做咩睇啲咁嘅戏啊？系咪咧？震到我、啊。只恐龙咁跳下跳下，跳到你个仔都半夜要跳出嚟啦，咁咁跟住就，唉，冇谂住咁快噶嘛，系啦，系啊，半夜穿水，咁穿咗水就真系要即刻就要即系见红都仲可以依然做所有嘅嘢嘅，又可以洗头，可以冲凉啦，但系穿咗水就唔可以冲凉啦。系啊系啊，我妈嗰阵时系咁噶，系啊系啊系啊，仲要饮埋个茶先，可以快入去。系啊，真系噶，我穿水嗰一刻啊，哎呀，穿咗水，我都即刻。同我哥人讲等一等先，半夜嚟嘅，等一等先。跟住咧，因为唔可以冲凉噶啦嘛，咁但系都要洗头噶，跟住就喺个洗手盆啦，嗰度洗洗洗，洗完之后先至去医院咯。系系系，咁啊，所以即系三个，我谂嗰、那个叫做迹象可能会更加敏感啲啦，系咪啊？毕竟系啊，第三个本来我又谂住大安子啦，都冇乜嘢啊，又冇见红，即系我仲喺度望住系见红呢件事，但系其实医生就话咧。如果佢每15分钟宮縮，跟住而且咧係即係持續咗幾個鐘咧，其實都已經係要通知醫生啦，因為真係驚會快。咁我其實咧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咧，就已經夜晚係咁樣嘅跡象啦。跟住咧，但係我就擔心死啦！我淨係痛醒咗，正常宮縮佢冇乜痛噶嘛。我淨係夜晚嘅時候咧，成晚都痛，成晚都揦住痛。唉，我心諗有少少心知不妙嘅，有少少即係對上嗰次穿水嘅嗰種感覺，因為上次係穿完水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阵痛了，但我就担心我死啦，礼拜日呢我又没有通知大家、啊、如果礼拜日的时候工人又放假、啊、先生同了我生仔，那些小朋友怎么算啊，那跟着就好就即刻跟自己说辛苦了，所以忍住忍住不要生日，还有礼拜一有人约了我吃生日饭，不得我要完成完他先你说做女人真的挺多的要考虑啊，真的是啊、哦、但是经过了那一晚的宫缩之后呢，跟着哇到第二天呢是落床都很辛苦了已经、因为那个盆骨呢已经是窄到那个齿骨的位置是很痛的，基本上你揽高隻脚都已经是很辛苦、所以呢都即刻要急 call 医生啊， book 了个 appointment 呢，听日就要去做一个 check up 啦，看看会不会其实无啦啦已经开了几指的，你还周街走是啊是啊，即虽然我是阿妈，但是我就不是自然生产的，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你刚才所说的东西、所以我就好像听你讲故事的样，所以难怪你不是说即趁着这些时间你又去做一些瑜伽，跟住然后是啦，还想分享一下你做这个 Pilates Reformer， 即那些大家看到的是、啊、一个仪器的，是啊，一个机器，那做 Pilates 的时候有时大家都见到的，杂志啊都会啲报纸都有报道的。系啊，啲人瞓上去，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只脚可能有时系折埋啊，跟住然之后咧有时系伸直啊，咁啊拉又靠啲机器咁啦。其实系咩嚟？对你生产有冇啲咩嘅帮助？因为好多时候就见到 keep fit 啊嗰啲咧就多嘅，系真系。咁有啲咩好处咧？真系帮唔帮到啊？其实有帮啲乜嘢啊？
我其實都好幫到噶，因為咧，即係孕婦，我哋成個嘅生產啦，咁特別是順產啦，都需要用到好多我哋嘅力啦，同埋肌肉嘅。咁佢呢個嘅 reformer 啦，其實 reformer Pilates，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係本來有一個箱好大個、好大嚿一個框嘅，咁佢而家就一個簡化版咧，咁就淨係好似一個蛙艇機咁，但係喺個板上面嘅。咁跟住咧，但係佢上面咧其實係有一塊嘢係可以喐嘅。咁你一路隨住你拉嗰條繩嘅時候咧，咁你係成塊板你踩上去之後，佢會喐嘅。咁喺呢一塊板上面咧，去做一啲嘅即係體能啊或者一啲練習嘅動作。係啊，咁其實咧，佢每個動作咧，當然都會有佢。即想要练到的肌肉，而他练到的肌肉是会相当深层的。咁随住呢块板的 movement 你是可以更加into 深入，即比起你企喺度，然之后要你啊就拉个筋，咁佢你净系可以用到自身的力噶嘛。咁但原来不是的，你加埋嗰块板，因为嗰块板原来喐住你的身体，咁你的幅度咪会大了很多。即原来我是个人是过紧去的，跟住再翻翻嚟，再过紧去，再翻翻嚟，咁就会变咗咧。我哋可以练到嗰、那个无论系拉筋啦，或者系想要练嗰个肌肉，因为佢可以加 weight 嘅，咁佢有几个 weight 嘅弹弓系可以俾你勾。咁咧，所以咧，即系譬如我拉过嚟嘅时候，其实咧，我除咗如果我哋就咁做瑜伽咧，我哋拉纯粹拉紧个筋嘅啫嘛，咁佢冇任何 weight train 噶嘛。咁当我拉住一嚿嘢嘅时候，我去拉，但系我又加埋嗰块板嘅喐动，跟住再加埋嗰个 weight， 咁我就真系可以练得好。很深入的那个肌肉的耐力和它那个我觉得是可以练到个肌肉很深层的肌肉。它除了有力它还可以。对生仔就是有力了。是不是啊，即是你生产的时候就可以，即是是啦，当你 laboring 的时候呢就可以生产的时候更加畅顺，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因为你用力的时候就会好一点呢。可以的，因为其实生仔要用到很多 core 的力的，即是我们的 core muscle， 我们的腹直肌、横隔肌和我们的盆底肌，因为其实所谓的 core 就不只是腹肌的，腹肌只不过是前面这一排的这个即腹直肌，但是腹直肌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竖直肌，即我哋背脊咧，去保护住我哋嗰、那个一个脊骨侧边嗰两条肌肉啦。咁我哋系好似一个立体，咁前面有八嚿腹肌，后面有我哋嘅竖脊肌，跟住咧我哋横隔膜下低有我哋嘅横隔肌，跟住同埋我哋下低嘅盆底肌，咁系四嚿嘢一齐去组合嘅。咁所以当我哋生产嘅时候咧，呢一个 core 咧系要所有嘅肌肉一齐去运用啦，一齐去用力啦。咁透过我哋呼吸咧，去将嗰个 contraction 啊，去用晒呢四组嘅肌肉去将 BB push 出嚟，咁就会快好多啦。同埋咧，对于我哋生完之后嘅修复咧都好重要啊，因为我哋先练咗，到你生完之后，因为生完你等于一个气球，但你突然间个气球冇咗。咁呢堆肌肉咪会好似唔知个位係去点好囉。除咗我哋用嗰个束腹带束返住之外，咁其实我哋呢四组肌肉，特别是啲人好驚腹直肌分离啦，所以点解一生完之后要即刻用束腹带去束返佢呢？咁就等佢避免分开得太快，同埋你会容易啲用返力。咁去练翻佢，几好啊！即系觉得而家咧，即系生仔，除咗要话，要食啲咩嘢啊，着啲咩，用啲咩，搽啲咩啊，点样按啲咩之外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科学研究咧，借住运动你嘅身体机能，既帮助你系锻炼肌肉，亦可以帮助你生产，之后亦都可以帮你修复。系啊，其实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吓，所以即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吓，希望你都非常系啦顺利啊，因为你都做咗好多嘢去准备呢件人生嘅大事吓。成为有个三个女是吗？即是系啦，即系有。我都挺期待的，但又做妈妈就是这么得意的了。虽然我准备做妈妈，但我不 sure 我究竟个 BB 出到来我是 handle 得好不好呢？即这个是一个配合来的。因为我跟我大仔我都讲，我说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妈妈去生产的时候就是跟 BB 第一次的合作来的。我说我生大仔和小仔的时候，我临生的时候摸着肚子就跟他说，我
哋陣間咧就要一齊合作啦。咁咧媽咪咧就會即係忍住啦，跟住咧我跟住我就會帶你出世噶。跟住咧，所以你要乖啦，跟住你配合住啊，我哋就一齊合作啦咁樣。跟住即係合作愉快。所以咧，即係嗰個過程係好奇妙嘅。要做好佢啊，系真系啊，系啊系啊，做好佢啊吓，咁希望呢个合作即系系啦，能够好合拍咁成功咯。毕竟喺你个肚皮里边，我谂妈妈都系啦，所有妈妈都系啦吓，咁啊同 B B 都个默契都已经喺个肚皮嗰度建立咗啦。咁不过咧就系等佢出嚟，系啊，大家接触嘅，即系亲自用就系眼睛系啦，冇错，大家互望啊，亲身感受佢离开你个肚嘅时候，大家互相接触嘅一刻吓，令人非常之期待啊吓。咁啊，一切都顺利同埋平安呢个都好紧要啦吓，顺利同埋平安当然好紧要啦。Apply to 所有嘅嘢都系一样嘅，包括你要举行呢个婚礼嘅时候，系咧要顺利啦、平安啦、多啲人嚟玩得开心啦，系咪？啊！如果你擺酒席嘅時候，咁諗住，哎呀，請曬好多朋友嚟啦，哇，好啊，咁你諗住大宴親朋，大家送上祝福，點知，哇！等啊等啊等，咦？咩事啊？點解鬼影都冇？等唔到人。等不到人呢个真系好好应嗰一句说话叫做咩啊？摆酒容易啊，请酒难啊！哎呀，真系咁，但系你应承咗话嚟噶嘛？发生啲咩事啊？吓，系啊！见到个新闻咧，好搞笑啊！真系，亦都觉得好落寞。明明真系话摆嘅一围，话摆咗成百几张，摆咗几十围，点知咧就嚟咗唔知得十个八个人咁样，唔知发生啲咩事啊？咁样都真系好尴尬喎！今次。这个的即酒席啊，咁样发生在湖南的，咁但系点解会咁样呢个情况嘅咧？又真系呢个情况其实真系好古怪。不过咧，佢哋又喺一个村嗰度摆嘅，咁呢个就系发生喺国内啦，条村入边啦。咁你知多数啲村咧摆酒啊，就算唔系国内嘅村啦，香港嘅围村都系啦。咁佢哋都会可能喺酒楼摆一次，跟住自己会翻个村嗰度咧，又会喺村公所出边咧又再摆一次嘅。咁多数咧就食盘啦，食盘菜啦咁样。咁多数就即系佢哋摆得几多围啊，都会尽。摆噶啦，咁啊纯粹叫做系请大家嚟食一餐饭咁样嘅，咁所以咧你话啊，系咪真系个个有时啊，即系譬如我哋都唔系话收到帖嗰啲啊，即系叫做我都系住喺嗰条村，佢哋都会叫埋我哋一齐过嚟食嘅。真系好热闹，大家一齐凑个热闹。咁但系咧，即系啱啱睇到呢个报道入边啦，呢一条村咧，我都唔知佢发生咩事，因为人哋咧就搞咗个婚礼，咁但系咧又摆晒咁多嘅酒席啦，跟住又数十张嘅咁样系咯，系啊，本来系摆几十围噶嘛，咁大宴亲朋，咁点知咧到真系 wedding 当晚，竟然系得十个人到过到嚟，咁所以就变咗好冷清啦。跟住啲嘢食又嘥晒啦，咁大家啲人就喺度估佢，喂点解会咁啊？肯定系平时咧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啦，跟住所以冇朋友啦。跟住我自己就会觉得，咁更加见证咗即系摆酒容易请酒难啦。你有时你想请嗰人咧，人哋俾唔俾面度系一件事，真系唔俾面咯，系啊，超级唔俾面啊，系啊，跟住似神恭喜咁样，你明唔明啊？系啊。咁我諗都真係好多啲淵源，或者係會唔會係即係有啲咩嘅過節，或者係嗰個 wedding 入面大家都唔係太睇好啊，所以就真係會搞到咁樣嘅情況囉。不過呢，你話即係喺個婚宴裏面啦，你話即係突然之間有一圍啊兩圍啊冇咗呢，我係有見過嘅。在我的記憶裡面都是有見過，可能是請了有些人來得半圍那些都多啦，當然就是。但是你說少一圍裡面可能坐兩三個都有咯，可能就是那些親戚真的突然之間，或者那些朋友啦是啦，突然之間不來啊這樣那些。通常就不如叫埋去，如果一兩個的話可能就逼埋一台的有。我試過最少人呢有一次
坐唔知五個人啊咁樣咯。咁嗰台都可以坐，但係啲嘢食你知啦，食唔曬啊咁樣咯。要咁佢哋都好慷慨喎。係啊，如果唔係咧，係應該開小優惠嘅嘛，要錢噶嘛，大佬啊，好貴噶嘛，係啊。多數佢哋都會有少少走賺噶嘛。係啊，係啊，係啊，咁咁啊，你有冇試過見過係嚟多咗人，跟住然之後就冇位坐啊？反而嚟多咗人好像是有遇过下，但是就真的你说少得那么紧要就很少的。多数如果你说那张台只有两个人，可能其实其他都是兄弟姐妹，刚刚他们就在帮着手的，或者摄影师这样，所以他们呢做的事就没得闲埋位吃这样咯。那些你就会工作人员你都会开一围给他的，或者是就是对他好一点，就是希望都款待他们的 hard work 这样那些。但是你说真的不来的当然是很尴尬。啦，系啦，咩原因？点解唔嚟咧？咪突然之间唔得闲啦，反咗面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啲好难估啦，或者吓你个女结婚，我系唔俾面嘅，你请我都唔嚟啊，咁样。喂，有噶、哦、电视剧嗰啲咁嘅剧情嘅一啲片段咧，系真系唔少。但我头先咧话，即系试过，我有听过啲古仔嘅，其实都系啲电台前辈讲嘅，就系因为佢哋识人实在太多，人面实在太广啊，咁所以佢请咗有一啲人嚟，咁跟住然之后其他嗰啲歌手啊嗰啲知道咗之后。哎呀，我又嚟祝福你啊，可南！哎呀，你结婚啦，咁我又想嚟饮你一餐啊！就算你唔请我咧，我都想嚟咁样。我今日系咪新哥？即系阿淑梅，即系结婚定唔知定堂哥结婚定我唔记得咗边啊？李俊堂结婚定唔知边个啦吓？总之就系去到最后，佢哋要加台咯，好好笑噶，系我听佢哋讲翻系。但系咧，那个酒楼咧已经系摆到最尽噶啦，即系譬如嗰日系摆最尽就系六十位，咁跟住然之后就摆多几台要坐喺门口啊，嗰啲。喂，咁但系我都真系等佢开心、啊，我觉得既然请走难嘅时候，但系都咁多人愿意俾祝福，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开心、啊。系啊，同埋你知啦，佢哋咧名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个婚宴咧就。有啲似星光熠熠嘅一啲电活大唱歌或者电台活动咁样，咁都好开心啊！我个都想揸住支麦上去讲嘢啊、唱歌啊咁样嗰啲咧，咁啊咁个主角好似有我嚟紧都要摆啊，所以点解今日无啦啦同大家分享呢一样？我就谂住咁太耐都冇同大家去 hand out 一下，跟住就谂住咧藉住 B B 可能啊唔知系满月啊定系白日啦，咁跟住到时都整翻个。大嘅，跟住到時請大家一齊去玩嘅，好期待啊！好耐冇飲過呢啲開心嘅飲宴，咁所以我就開始去 search 下啲，係啦，擺酒啊，剩嘅嗰啲梗係點嘅咧？咁如果想知，我哋咧就睇翻首歌之後翻嚟，係再繼續同大家。好期待，等下究竟有啲乜嘢後係應該要準備咧？係啊，翻嚟我哋再傾過啊，轉頭再見。